走啊，喝完了咱俩吃饭去。不去。咋的了？我等会儿有事儿呢。你有啥事儿啊？我等会儿找我对象吃饭饭去。你有对象了？咋的呀？不让啊？不信咋的呢？过街肘子吃多了，脑瓜发胀了，充满幻想了。什么话呀？这样式咱仨一起吃，反正也不差我这一张嘴了。那不行，我带你去，我对象再误会咋整啊？哼，就你，你要有对象把这杯子啃了。我马上就出门了。哎，他马上就来了。哎，啊、哦，那个啥，那啥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有啥事儿啊？你们吃就行了。你走了我咋整啊？你不是要跟你对象去吃饭吗？你走了我跟谁吃啊？啥意思你？就是你想那个意思了，怎么的？我处对象你心里不得劲啊？想哭是不是？我没有。再说了。我也不是你对象，撒娇打人的时候还挺疼，整得我都想忍不住还手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事。